香港人就算最近可能少了出街玩乐，但是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充实快乐。生活就是讲求平衡之道，瑜伽更加讲求身心的平衡，透过身去锻炼心。面型冇得变，但发型就可以随时转，识变通先至行得远。苦后回甘，劫后生津，不如试下用一杯茶的时间平静心境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，度身订造才是最适合自己。每次心情低落，我都会投入创作，用作品换来更多满足感。生活就是有甜有辣，吃辣都可以是一种练习，越吃越受得辣。